今天来介绍财产保险里面的第十六讲——诚实保证保险。那因为保证保险它跟法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保证保险一个一些的背景的资料。那保证业务呢，它最早是起源于信用比较发达的这个美国，随后呢才传到西欧及日本等国家。那所谓的这个保证呢，它是指。 保证人呢与债权人约定，当呢被保证人或者称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时候，由保证人呢依该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这个企业那保证呢，它是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保证，它是一种人的担保；第二个呢，保证它是第三人对对债权人提供的这个担保；第三个是。 保证呢，它是对主债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那在国外呢，通常将这个保证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是我们所谓诚实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是一方对雇主因其被保证受雇人的这个不诚实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时候予以补偿的这个契约。第二个呢是。 确确实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是被保证人呢未履行协议的这个债务或者行为呢，由一方呢即保证人呢对其债权人予以补偿的这个契约。那确实保证呢，还可以包括五种的保证，我们就一一来说明。第一个是契约保证，啊，这种保证里面呢还分为好几项，第一项呢是我们的投标的保证。 那这种保证呢，是担保工程所有人呢，因为德标厂商不签订承揽契约而遭受了这个损失。第二个呢是履约的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主要在担保工程的所有人呢，因为承揽厂商不能依约交付工程而遭受了这个损失。第三个呢是我们所谓的支付的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是在担保工程的所有人因为承揽 厂商的不能履行契约而遭受了这个支付款的损失。那第四项是我们的保固的保证，这种保证呢，它是在担保工程所有人呢，因为承揽厂商不能履行契约约定的这个保固责任而遭受的损失。接着我们再介绍第二项的保证是执照及许可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所担保的是被保证人已取得。 经营事业的许可或者某种特权后将，将以呢许可的这个特权限或者行使特权的这个保证。那第三项呢是公务人员的保证。那这种保证，它所担保的是公务人员的这个诚实及忠实的这个保证。第四个是司法的保证。那司法保证里面又分为信托的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是来担保。 法院指定的这个个人或者法人呢，依照善意监督他人财产的这个保证。那第二项是我们所谓的法院的保证，这是签花语，这个法院用来担保被保证人呢将履行某种义务的这种保证。那这种保证里面又有所谓的提供的抵押的保证，它是担保被保证人遭扣押财产予以视为的这个保证。 另外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用保释保证，那这种保证，它是在担保被保证人经合法释放后，于法院传讯的时候将出庭的这个保证。那第五项就属于其他的这个保证。那保证与保险呢，只有一字不同，但是两者的内涵却大不相同。那保证呢，它所涉及的是三方当事人，以及呢保证人。 债权人及被保证人，那保险呢？它只涉及两方的当事人，以及要保人及保险人。那虽然保险有时会牵涉到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但是呢，被保险人及受益人都是关系人，并不是当事人。除此之外呢，因为保险不是保证，通常保险人呢不能享有保证所产生的这个先诉的抗辩权。 那处理保证保险纠,纠纷的这个法律依据呢？它是保险法以及与它相应的保险条款的约定。那目前呢，美国的保证业务大多是由保险人或者呢这个保险人的附属机构来承做。至于国内的保险人，它是应用保险的这个方式来经营保证业务。那早期国内的保险法对保证保险并没有规范。 一直到民国八十一年修正保险法的时候，才将保证保险纳入我国保险法的范围。接着，我们来看保证保险的意义。所谓保证保险，它是指被保险呢，因为他的受雇人的不诚实行为，或者因为他他的债务人的这个不履行债务导致损失的时候，由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这个保险，那前面这种保证保险又可以分为。 诚实的保证保险以及呢，确实的保证保险两大类。那诚实保证保险，它是与被保险人以及受雇人的这个不诚实行为导致损失的时候，由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的这个保险。那目前国内保险人所开办的这个员工诚实保证保险，就是属于这种保险。那确实保证保险，它是。 与被保险人，因为他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导致损失的时候，有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这个保险，那这个保险又称为债务的履行保证保险。接着，我们再来看保证与保证保险这个区别。第一个，我们来看保证与保证保险的相同之处。那保证与保证保险两者，它都冠有保证之名，且具有转移危险的作用，但是。 两者虽然都具有保证的功能，但是两者这个运行方式并不太一样。那保险呢，它是一种特殊性的共同体，那共同体中的这个成员是互助共济的。那保证呢，它是债权人呢将危险转移由保证人来承担，这个行为是不具有社会性。接着我们再来看保证与保证保险的相异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主体不同，那。 保证呢，它包括呢，保证人、债权人以及呢被保证人三者。那保证保险呢，它是包括要保人、被保险人及保险人三者。那其中要保人为被保证人，保险人为债权人。第二个是契约内容不同。那保证呢，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形式，它的目的呢是在担保主债权的这个实现，属于单路的无偿契约。 那保证保险它是一种保险的手段，它的目的呢是在转嫁被保险的这个危险，属于双物的有偿契约。那第三个不同点是契约的责任性质不同。那保证呢是债权契约的这个附属契约，它是以主契约的这个存在为前提，不能独立存在。那保证保险它与主契约是不存在主从的关系，两者呢是处于并存的这个关系。 那第四项是企业的责任范围不同。那保证所担保的这个范围是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那保证保险呢，仅限于保险企业所约定的这个保险金额限度内的这个主债权以及利息。那我们先介绍到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开始。 接着呢，我们再来介绍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的这个比较，因为两者是很相似。那信用保险它是比较新颖的一种财产保险，它是以呢被保证人或者债务人这个信用作为保险标的呢，由债权人向保险人投保，由保险人担保被保证人或者债务人信用的这个保险。那保证保险它是被保证人呢，依债权人的这个要求，由被保证人向 保险人投保，由保险人担保被保证人或债务人信用这个保险。接着，我们来看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相同的地方。第一个是保险契约的客体相同。那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两者的保险对象都是信用危险，同样是对被保险人的被保证的这个作为或者不作为，致权利人呢遭受损失，由保险人负保险责任。 那第二项是保险企业的这个功能相同，那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两者所承保的都是因为被保证人这个原因导致呢权利人这个合法权利呢遭受损失的一个补偿。第三个是保险的追偿的方式相同，那这两者与一保险企业理赔后呢，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两者的这个保险，它都有向。 被保证人追偿这个权利。接着，我们再来看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的相异的地方。第一个是保险的目的不同。那保证保险呢，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的这个保险，那被保证人为权利人这个利益而投保。那信用保险它是为自己的利益的这个保险，权利人呢就是我们权利人的利益而投保。第二个是保险标的的不同。那保证保险是被保证人要求。 保险人向权利人来担保被保证、保证人的这个信用危险。那信用保险呢，是权利人的要求保险人向权利人的担保被保证人的这个信用危险。第三个是被保险人不同。那保证保险呢，是被保证人应权利人的这个要求向保险人的投保。那被保险人他就是被保证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义务人。那信用保险它是权利人的。 唯恐被保证人不履行义务，使得权利人呢遭受损失而向保险人投保，那被保险人他就是权利人。因保证因为被保因为保证保险这个性质啊比较特殊，那在承保保证保险这个钱呢，那保险人呢往往会对这个被保险的财务状况啊和资信度来进行调查。至于他调查的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是被保证人的这个基本记录，包括呢。 被保证人这个历史在社会上的影响等等。第二项是最近财务年度的这个财务状况。第三个是与银行的这个往来与情形。第四个是企业的组织经营的状况，还有信贷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再做一个补充说以是：承保保证保险，在依照我保险法的规定，必须载明一些事项。第一项是依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第九十五之二条的规定。 以受雇人之不诚实行为作为保险事故的这个保证，保险企业除记载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事项外，并应载明下列事项：第一个是被保险人的姓名以及住所；第二个是受雇人的姓名、职称或其他得以认定为受雇人的这个方式；第二个呢，依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第九十五之三条的规定，以债务人的这个不履行债务作为保险事故的这个。 保证保险企业除了记载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必须记载下面的事项：第一个是被保险人的姓名及住所；第二个是债务人的姓名或者其他得以认定为债务人的方式。接着我们再看到保证保险的特征：第一个是保险人的资格具有特许性。那国外的保证保险大都有这个。 专营的保证保险的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特别设置的这个附属机构来乘坐，啊，这些机构呢都必须经过保险监理机关的核准。啊，依照我们国内的保险法的规定，那保险业呢会申请主管机关，并依法为营业登记者，啊，并缴存保险保证金呢，领得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始营业。第二个是当事人的身份具有三重性，那。 保证保险这个要保人为被保证人，被保险人为债债权人，那保险人是一个保证人，其与一般的保险并不同，所以说当事人的身份具有三种性。那第三个特点是保险人的责任具连带性。那保证保险被保险的这个危险，那并没有完全转嫁于保险人，他只是在要保人及被保证人不能履行义务的时候。 保险人呢只负连带的这个赔偿责任。接着我们来看它第四个特征是承保的这个危险具有信用性。那保证保险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这个危险事故，并不是一种意外事故，而是呢被保证人信用不良所造成的这个主体性的危害。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员工诚实保证保险的这个承保范围。那国内呢？ 保险业者开办员工城市保证保险这个目的呢，它是主要在配合呢政府经济建设的计划，以建立现代人事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在取代人保、雇保，并确保业主的这个权益。至于它的承保对象呢，它是以金融的机构、政府的机关、公司企业以及人民团体为主。 那个别的员工呢要保，那就暂不接受。接着我们来看员工城市保证保险的这个承保范围，它的承保范围是分为两项，我们就一一来介绍。第一项的承保范围我们称为基本的承保范围。那所谓的基本的承保范围，它是指呢员工城市保证保险单基本条款所在的这个承保范围。那这个承保范围所承保者呢，它是。 被保险人所有依法应负责任或者以任何名义保管的这个财产，为任一被保证员工在其被保证的期间内呢，因为单独或共谋的不诚实行为所导致的这个直接损失。那本保险的这个保险标的呢，它是被保险人所有依法应负责任或以任何名义保管的这个财产，啊，包括呢。 货币、票据、有价证券及有形的财物在内。至于他的保险事故呢，是不诚实行为。那所谓的不诚实行为，它是指呢，被保证员工的这个强盗、抢夺、窃盗、诈欺、侵占或者其他的不法行为。另外呢，被保证员工应该以接受被保险人聘雇，并受人事管理约束，并有领有薪资者为限。 啊，这个基本承保范围的承保方式呢，大概有三种，我们就一一来说明。第一种是列名的方式，那所谓的的列名方式，它是以明细表来载明被保证员工的这个姓名、职务及个别的这个保险金额。第二种我们称为列职的方式，它是以明细表来载明被保证职位的之在职人数及每人的保险金额。 那各该职位这个员工呢，必须要全部投保，以列职方式承保时，他必须要签发呢批单，并且变更部分的条款。那第三种呢，是一种混合的方式。那被保这种方式呢，是被保险的这个全部员工呢，除了经管财务人员依照列名列职方式办理外，其他呢非经管财务的人员得按其总人数来投保。 那每一人的这个保额均应一致，必须全部投保。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它的附加承保范围。那所谓的附加承保范围，它是指可以以附加条款或者批单加保的这个承保范围。那前面的这个附加承保范围或者批单的使用时间不一样。如果在保险单生效的时候一并加保的话，那是贴附加条款；如果以 中途才加保的话，那就签挖批单。那这种呢，附加承保范围呢？有两种。第一种我们叫疏忽短超的保险。那本附加保险的承保对象，它是以金融业的员工为限，其他的公民营机构员工呢，得由你承保这个保险呢，提请工会审查通过后，前面的工会就是这个产物保险同业工会，那比照办理。 那有关于疏忽短差保险附加条款及批单的内容，就请各位同学参考课本上的说明。那本附加保险这个保险金额，那依照员工呢诚实保证保险承保办法的规定，它是以每一员工诚实保证保险单所在保险金额的百分之十为限，但是最高呢不得超过新台币二十万元。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开始。其次呢，我们来介绍超额的保证保险。那本附加保险的这个承保对象呢，它是在你银行、包括库局的员工前提。 投保员工城市保证保险，并以全体员工呢加保者为限。其他的公民营机构呢，他的员工总人数在一百人以上者，得由你承保这个保险人来提请工会的审查通过后，前面的工会当然也是我们所说的产物保险同业工会，然后比照办理。那目前呢，超额保证保险。 只有批单，那批单的内容就请各位同学参考课本上的说明。那本附加保险的这个保险金额呢，是由被保险人是实际需要来自行决定，但必须呢受到以下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每一员工的这个加保金额呢必须要相同，并呢以该加保金额为本公司对每一事故呢保险。 期间呢，应付的这个最高赔偿责任。第二项呢是本附加险的这个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新台币一千万元。第三项是本保险单员员工从事保证保险金额不得少于下列金额：第一个是直接与财务有关的人员是新台币五十万元整；第二个是间接与财务有关的人员。 他是新台币二十五万元者，至于其他人员呢，他是以新台币十万元为限。接着我们来看员工诚实保证保险的不保事项。依照员工诚实保证保险单基本条款的约定，本保险呢共有五项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第一个是被保险的故意行为所导致的损失，那这个故意行为是当然的不赔。第二个是 被保证员工的这个疏忽或过失所导致的损失，第三个呢是被保证员工向被保险人所为的这个借贷或者使用财产呢所导致的损失。那第四项呢是点查财产不符的这个损失，这是指盘点财产不符所导致的损失。但是呢，如果确由被保证员工的这个不法行为所导致的呢，是不在此限。那第五个呢？ 是承保范围内的这个损失结果呢，所导致的是任何附带的损失。除此之外呢，下列的损失损失呢，保险人也一样不负赔偿责任。我们再一一来说明。第一项呢，是保险单承保范围之损失，被保险人如果与有关的员工呢有所折中妥协，或者呢自行了结情事。 那保险人呢，对前述的损失也不负赔偿责任。但是呢，如果事先经过保险人同意者就不在此限。第二项呢是，于保险契约的有效期间内呢，那被保险如发现认定被保证员工有不诚实行为的时候，不得继续交托呢员工经管财产，否则呢，因此所发生的这个损失，保险人呢他也不负赔偿责任。 接着，我们来介绍员工诚实保证保险这个理赔的限制。那员工诚实保证保险的理赔的处理方式呢？因为与其他保险相较呢是比较特殊，基本上在理赔的时候，它必须要受到两项的限制。我们以下就一一来说明。第一个是一个保险金额的这个限制。那员工诚实保证保险这个保险人呢，对于任何一个保证员工在其 被保证期间内所负的这个保险责任，它是以保险契约上所在呢各该员工的这个保险金额为限。如果任何一个被保证员工，不论其保险金额有否增减，那这个保险人呢对该员工呢所负的这个保证责任呢，它是以不诚实行为当时的这个保险契约所在该员工的这个保险金额为限。但是呢， 如果不成行为它是连续发生的时候，它是以最后一次不成实行为发生当时的这个保险企业所在呢该员工的保险金额为限。如果呢在这个保险期业连续的有效期间内呢，那被保险人对任一的被保证员工，不论保证年度的多寡，那他连续所发生这个损失呢，啊，只能呢提出一次的这个赔偿请求。 那保险人这个赔偿责任呢？它是以最后一次发生的这个不诚行为、不诚实行为当时的这个保险企业所在呢，该员工的这個保险金额为限。那任何损失呢，从发生之日起两年内如果未被发现者，那保险人是不负赔偿责任。接着我们再来看理赔基础的这个限制。 那员工诚实保证保险，它是采用损失的发现期间基础作为理赔基础，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理赔基础。依照这种基础呢，任何损失呢，从发生之日起，如果两年内呢没有被发现，那这个保险人他是不负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呢，在这保险契约呢经过全部的终止或对于部分。 被保证员工在终止保险责任的时候，他在保险的有效期间内呢，所发生的损失，自终止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呢，那被保险人亦得提出这个赔偿请求。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呢，那保险人是不负赔偿责任的。那前面所谈的这个赔偿请求险，他仍然受到自损失发生之日起自发现。 发现之日止两年的这个限制。其他我们再来看，被保险如果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时，他必须要扣减的应付或者未付有关员工的这个薪资、报酬或者其他的款项，以及在保险人赔付前他已经收回的任何财产，啊，作为抵偿这个损失的一部分。那有关钱。 面所谈到的损失发现期间，他果是如果是金融业这个员工呢，他可以以批单的方式将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个损失发现期间呢，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至于这种批单的格式呢，我们在课本上也有说明，那请各位同学参考课课本上的这个这个批单的内容。接着，我们再介绍这个。 员工诚实保证保险的时候，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保险，它当然具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我们就一一来说明。第一个是被保证人与保被保险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这个法律关系，这就承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个保证保险跟法律是很有密切的关系。那这第一条的特征是依照员工呢诚实保证保险契约的。 约定，所谓呢，被保证的员工，他是以接受被保险人聘雇，并且受有人事管理约束，并领有薪资者为限。这在前面已经做了说明。那第二个特征是，这个员工城市保证保险大都属于一种集合的企业。我们知道，员工城市保证保险它所承保的危险是被保证人故意。 所示的，它的逆选择呢，通常是比较高。在实务上啊，保险呢为了控管危险呢，通常是采用团体投保的方式来办理。第三个呢，我们员工诚实保证保险呢，它是属于一种连续的契约。那员工诚实保证保险，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它是一种连续的契约，所以呢。 没有经过注销，所谓说是保险人来注销的话，那继续有效。那在实物上呢是的处理，如果是第一年起保的时候，当然是签发一年期的保险单，然后在这个保险期间届满的时候呢，再由保险人签发批单来延长至。当然，如果说保险人更换的话， 换句话说，要不然选择另外一张这个员工诚实保证保险的话，他就没有享受到这种优惠。第四项是归属年累积的责任。那与保险企业的有连续有效期间之内，被保险对任意被保证员工，不论被保证年度的多寡，他连续所发生的损失，只能提出一次赔偿请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边为止，再见。